一连两场的 Uncle Ray 榮休演唱会这晚举行首场，有十多位资深的唱家班担任表演嘉宾，献唱经典金曲向乐坛教父 Uncle Ray 致敬，包括陈潔靈、林永亮、陆云娜、苏永康、陈恩健、肥媽、欧瑞强和专程由加拿大回香港演出的契女杜麗莎等，现场还有管弦大乐团伴奏，气氛堂皇壮丽。 Uncle Ray 在演唱会的音乐总监杜致辞陪同下登场，全场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。 It's my first big show and it's also my last big show because I am retiring after this concert.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. Give us a big hand.之后 Uncle Ray 就坐在观众席第一排，不过他就不是单纯做观众，而是会负责逐一介绍歌手出场，进展他的 DJ 本色，而打头阵的就有 Miss 昌祥陈洁玲。演唱会尾段 ，Uncle Ray 就上台同一众表演嘉宾嚟个大合唱，场面欢乐温馨。